今日是来讲我真感激。阿奶妈，我去做革命的超市的同事，就是满这个满时，再做水饺，安尼开始。啊，今仔日我想过吼，我迄阵啊，1952年，我是当兵，迄阵啊吼，嘛是本来是吼，唔捌挂落手甲脚的时阵啊，伤心吼，真迄落吼，我感谢这个肖大姐，我嘛对肖大姐的idea啦吼，感谢恁十个啦吼，哎，好，阿姐啊吼，真好。坐下，坐下。哦，你不叫我打电话叫邻居了。哦。你若知我这边是这些，新丁，我从几月开始啦？是啊，所以我来接受啊。对啊，再去拿一个。好，那我们的捐赠仪式即将开始。这次的捐赠仪式呢，将是由蔡瑞月文化基金会的董事郑国煌董事呢，来将我们基金会在第六届文化论坛筹备期间的一些相关史料，我们都放在桌子上了。那我们就是这些相关，这些相关史料呢，我们包含就是我们的那个专刊手册，那还有戏剧的剧本，剧本创作是由林志远导演，以及那个访谈的文章 DVD， 以及我们摄影的照片。那这些摄影者呢，我们也都邀请他们来到现场。那现在呢，我们将邀请史明老师以及郑董事来做这个捐赠的仪式。今天很开心哦，咱各位贵宾哦，我拄啊真感动。今摆吼，咱因讲徛在遮，咱是老中青哦，三代拢食哦，啊，大家拢真爱台湾，所以吼、哦，咱台湾绝对不见多，伊讲对不对啊？对啊。哦，今仔是这个捐赠吼、哦，啊，这个这物件啊，予咱的市民的迄、那个基金会哦，啊，我即摆吼有先甲这这个捐赠证书吼，内容吼，先读给大家听吼。财团法人台北市蔡瑞月文化基金会感念史明先生一生对台湾的贡献，为台湾400年树立下的印记哦，为台湾人捍卫历史跟身份。拥抱劳苦大众，投入革命事业近80年，竭尽一生的力气，为了台湾独立的梦，至今呢还搁咧奋斗。哦，史明先生是咱台湾走在不断寻找定位认同的道路上一盏鲜明的时代精神。财团法人台北市蔡瑞月文化基金会特以史明先生为典范人物，特以2012年9月21日到9月23日举办第六届蔡瑞月舞蹈文化论坛，拥抱劳苦大众的革命者史明，集结学者论述、艺术创作、访谈记录等文化资产，留下当代历史的见证。决定于2013年。今仔日8月13日举办公开的捐赠仪式，赠予财团法人史明教育基金会，敬向一代革命家来致敬。捐赠的内容，哦，
无平面设计手册等相关资料 DVD 影像特辑摄影作品林志远戏剧创作剧本使命革命百年的独立台湾梦首拓导版捐赠单位是蔡振华人台北市蔡瑞月文化基金会我们萧沃廷董事长谢谢各位会在去年9月21日的时候举办第六届蔡瑞月舞蹈节文化论坛，以史宁欧吉桑为主题人物。那筹备期从去年的2月开始，我们的召集人呢是叶志平教授。那戏剧演出的筹备呢，在去年的4月开始，由导演林志远筹备演出戏剧以及创作的部分。那舞蹈演出呢，是由詹天真老师来进行创作。那我们这整个筹备期呢，到了9月21日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完美的逗点，然后在今天进行了一个完美的句点。那今天呢，就将这些文化资产的史料做一个捐赠。史宁欧吉桑亲笔写下今天的日期以及他的姓名，作为一个捐赠的仪式的证明。我们一起在这里见证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可以一起用手上的面团来打节奏哦，薛天真老师，好，大家一起来。对台湾的贡献以及我们所有捐赠的史料的清单。那我们由郑国煌董事转赠给我们的史宁欧吉桑。来，史宁欧吉桑，那我们再一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比上一次更大声。老师，谢谢。欧吉桑，我爱你。欧吉桑，那我们一起来喽，一二三。欧吉桑，听到了。
仪式就到这边告一段落。